嗨，大家好，我导游，今天要来吃全家跟烧豆联名的，总共有冻饭、鸡腿炒面，然后饭团跟培根汉堡。接下来一个一个来吃吧。哦，第一个月见培根汉堡。排宝自烧59元啊，这今天这联名系列其实都偏贵了，那就来吃吃看吧。这个汉堡排宝面包，这边是培根，因为培根藏在里面。蛋汉堡排。肉下面把狗碾死的，好，先来吃啦。首先，这汉堡排堡呢，因为酱料的缘故啊，所以它面包软烂软烂的。反正你如果要在超商吃还没关系，但如果你带回家，面包太软了。然后这个汉堡排的部分的话。口感不差啦，只是说真的没有什么肉汁啊，都是靠外面那些酱汁在陪衬的。但呢、培根的部分其实都不差，但你要我说这个59元值不值得吗？见仁见智，但我自己可能会去买早餐店的卡拉汉堡，可能都比它便宜，吃起来更。有爽感嘛？那汉堡排堡就到这边，那来做下一个介绍。接下来这个是照烧鸡腿日式炒面，来吃吧。顺便拿出我以前好像还第一集还第二集用的叉子，好久没用了。拆，嘿，粘住了，该死了。不过说真的，现在全家微波真的越来越好了呢。这边有个小孔，排热气。简单说就是日式炒面，炸一些美乃滋、红姜、烤鸡，烤鸡看起来油腻油嫩嫩的，挺不错的。那就来。试吃，那来说一下炒面吧。炒面部分是偏硬啊，不过是那种有嚼劲的那种口感的硬感，不错啦。而且酱汁其实，整碗炒面的酱汁其实都分布得很均匀，然后有些又有美乃滋调味，吃起来不错。不过还是老样子。口感便宜一点，那接下来是这些鸡肉配菜。首先是鸡肉的话，口感不错，调味也不差，不过有些偏油，但油不是重点，因为它旁边有这红姜，红姜可以稍微解腻。我觉得说这搭配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如果说炒面吃腻了，配点红姜，这个炒面我觉得蛮好吃的。不过虽然有点85啦，好像85也还好。现在平均全家或 Seven 的便当都差不多价格。现在的话，这个我觉得不错，至少比刚刚的汉堡好多了。那接下来下一个，接下来就是这个鬼椒鸡饭团。老实说，我是一开始不太想买这个啦，因为你看这个辣的，辣到这么多颗星。虽然说全家的星这种麻辣星数其实都不准，但还是来试试看吧。
哦，鸡肉挺多的，多到满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就啊，这个会辣，吃了。啊，这个不是辣，这个是麻。好麻哦。我来做个简单的片段好了，我拿来喝饮料。这个饭团简单做就是口感偏麻，不是辣，但吃起来又还好，因为它肉本身是甜的，比较甜的调味，所以你如果吃一大口有吃到肉的话，其实辣度有稍微下降一下啦。不过这个我真的不喜欢吃辣，反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会推荐给人吃，但我自己不会吃啊。啊，那接下来换我们这是联名系列最贵的那一碗吧。谭旭屯野兰125，然后收下来是可怕的125啊，这已经完全冻饭的极限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解小的话可以去烧洞加量，那就来看一下吧。最高贵125，好久没有在超商吃这种超过100多的东西了。超商以前也大概有联名那种便当，有吃过超过100多的。这饭团吧，这烧肉冻肉量蛮厚的哦，很多哦，而且都油嫩油嫩的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吃，看它有没有值125的价值。好了，吃了一小口来做一个总结了。首先是肉，很像，有点像一开始入口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像烧逢年过节那种吃到那种腊肉，但之后又被那种甜味给覆盖过去，是一种不同于腊肉的口感。首先这肉，他选的这肉够油润，够好吃。然后这饭的话，饭的部分很湿润。我觉得这个冻饭呢，我觉得它，你要我说的话，它大概比得过那种全三鲜冻那种冻饭等级还要高，比较还比它好吃。不过它就是真的是超三的啦，但整体来说又，你要跟三鲜冻比，又有些地方又会弱势很多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一碗125的价值不错，或许真的有到125的价值，可以推荐各位去试试看。那接下来我就稍微总结一下这几种的产品的想法吧。首先这个月见培根汉堡排堡，普通啊，我觉得还好，特别是吃过其他几个之后，就觉得你这个真的太普通了。我暂时给你排到这试验的最后一样。第二个鬼叫鸡饭团，大量的麻味是由鬼椒带来的，做鬼椒也太夸张，应该就花椒而已啦。由花椒带来的麻味而非辣味，再加上鸡肉本身带有甜甜的糖味，去综合掉这个麻味，是不错吃啊。如果你真的不怕辣的，可以去试试看看。而且说这55，我觉得这次页面 CP 值算最高的，那我排在第三位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就炒面，这叫第三位啊。第二位说，
炒面的话不差，但说真的，其实炒面口感就这样子啊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我觉得既然都跟烧洞合作了，还是吃这个烧肉洞，基本上我把它排第一位。基本上我会推荐去试吃一次看看，或者去拿那个折价券去折价也好了。好了，这今天烧洞联跟全家联名的这试验就先吃到这边，总结也做到这边了。基本上我推荐各位去试吃这个跟炒面跟鬼椒，然后汉堡排的话，你再见仁见智吧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